你沉住，哥哥这就来救你。老大，快走，没时间了。我要救他，我哪也不去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走，组织已经归空，再不能失去您了。逆天，逆天。这次回江城，我赌上自己身为全能特工的一切发誓，一定要找出杀害伊婷的凶手，为他报仇雪恨。但是现在我只能先隐藏身份，慢慢调查背后的真凶。哎呀，腿断了！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了？舒心，跟我们回去，只是吃顿饭而已，大也了不了什么的。别哄我了，吃顿饭，婚期都能定下了。舒心，一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只要你一天单身，他们龙家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就嫁给他好了。我，舒心，别胡闹。我认真的，如果一定要嫁人的话。我宁愿嫁给这个收破烂的，也不要嫁给龙逍遥。等等，你们结婚有问过我吗？只要你肯入赘我林家，我给你三个亿。走，民政局领证去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今日来参加我和林舒心的婚礼，我敬大家一杯啊。舒心，你打哪儿找来的乡巴佬？就是，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寒酸味，像个收破烂的。这位小姐真是慧眼识珠啊，一下子就猜出了我的身影。不会吧，舒心，你真找一个收破烂的嫁了？是他入赘。以你的条件，找什么样的青年才俊不行啊？非得找个收破烂的入赘？我也想知道你们林家的这位新姑爷到底有什么比我好，到无视我这位青年才俊。龙逍遥，你来干嘛？林舒心，我追求了你这么久，结果你不声不响找了个野男人入赘林家，你们把龙家的颜面当什么了？龙贤侄，圣言呐，舒兴这事儿跟你可没什么关系呀。老爷子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今天林舒兴要是敢跟这个野男人结婚，驳了我们龙家的面子，林家可不是吃素的。你，哎呦，爷爷，老爷子。逍遥，我爷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林家跟你没完。老爷子就是气血上头，我给他扎几针就没事。舒心，龙少爷的医术我们都是知道的，你快让开，别耽误爷爷的病情。就是，婚姻大事儿戏就算了，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可不能赌气。等林老爷子醒来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手扎了一针，老爷子还没有脱离危险。你一个收破烂的懂什么是医术吗？舒心，管好你家赘婿。是啊，什么都不懂还敢在这指手画脚。唐玉凡，乖乖的别捣乱。爷爷，你醒醒啊。还有这种好事？这老东西如果死了，林家岂不是我们家的囊中之物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，这最近的医院距离这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呢。是啊，私人医生今天也休息了。我也转车马上到林府过来，迟到一分钟你们都他妈别干了。爷爷，老婆，你穿成这样是想和我假戏真做？唐一凡，虽然我们领证了，但只是扮演假夫妻。
有些事情啊，还请你自决定。我们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在外人面前办好你赘婿的身份；第二，对假夫妻的事情守口如瓶；第三，婚姻期间我们不同床。这第一点嘛，我可以做到；第二点，我也可以做到；但这第三点，你干嘛？嘘，老婆，你最近气火攻心，脾胃虚弱，我只是在帮你治病而已。你在期待什么？谁期待了？起开！明天跟我回公司报道。哎，看来有个总裁老婆也没什么好的，车都不让坐。哎，收破烂的，公司门口不准停三轮车，走走走走。喂，我可是你们总裁的。总裁的车库管理员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去订货做安保吧。你确定是安保部不是副总办公室？这是总裁交代的，所以说这块是安保部负责的。你就是那个吃软饭吃到安保部的唐一凡。还以为来了个姑爷，结果来了个骑三轮的。婚都结了还被安排来安保部，看来是你功夫不到位啊。都不用做事了，在这八卦，滚出去干活去。唐一凡是吧？你就负责收回公司的钱款。刘威，你来协助他处理这件事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雪薇，这么久不见，一上来就出手这么狠，是想要我的命？小凡凡，我怎么会舍得要你的命呢？再说了，你要是这么容易就栽了的话，现在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呢。行了行了，站好了，你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得到消息，一婷死前曾去过孟巴黎，而孟巴黎也就是公司的搓手对象。行。小范范，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我知道，但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走，我们去探探虚实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单独请你喝一杯。我没空，你找其他人吧。我是唐一婷的哥哥，唐一凡。你跟我来。那天小林他来找我，神色慌张的把东西放在我这儿，说如果他哥哥唐一凡来找他，就把这个交给他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也不说。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。好，小佳，这封信对于我们兄妹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跟小婷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帮他保存一下东西而已。哎，这几年小婷去哪儿了？你跟他带一句话啊，如果再不来看我这个姐姐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好，秦姐，外面一直有人在闹事。唐小哥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老板娘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去帮你看看。这，走，带我去看看。长这么大就没人敢用酒瓶子砸过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去视察工地，
他们一群人查我收保护费，我不肯，然后就被绑到这里来了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敢动我老婆，他妈是不是找死？小子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知道这地方谁照的吧？我只知道他是我照的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敢他妈动我的人？想玩英雄救美也得看你自己几斤几两啊。唐一凡，没事了，等我收拾完了就马上送你回去。大哥，甭跟他们废话，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？弟兄们，给我上，我收拾他。哎呦，收，要断了！要是再敢碰我老婆一次，下次断的就不再是手臂了。哎呀，好个饶命！没有下次。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，回家。唐一凡，在。我想请你做我的贴身保镖。小凡凡，你这赘婿的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。娶了个美女老婆，想不舒服也能。小凡凡，日子过得挺舒服，但工作也得上心啊。有任务。目标，今晚在木巴里。知道了。来，舒心，敬你一杯。这杯酒啊，是我对之前林氏集团做的事情赔不是。楼上，那成交那个项目？当然，这个项目啊，是作为我龙家的赔罪礼物，自然会给你林氏集团最大的利益。还不是栽在我手里。糟了，出口被堵住了，去找亲姐躲躲。唐小哥，怎么是你啊？亲姐，我遇到点麻烦，需要我在你这儿躲躲。开门，快开门！抱歉，打扰了。亲姐，你又帮了我一次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行。不如你以身相许得了。这可不行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，我老婆可是林氏集团总经理。该不会是林书欣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糟了，你跟我来。龙向阳找我买了一包迷津粉，今晚还包了几个相邻的包间，还邀请了林书欣过来谈事情，让我吩咐人不要打扰。该死！该死的龙向阳！你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敢动我老婆，我他妈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他妈打！你们两个还在这愣着干嘛？把这个废物赘婿给我抓起来！加油，轮到你了！唐一凡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！林书欣本来
就是青梅竹马，本来就应该在一起，为什么要出现破坏我们的感情？唐一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收破烂的穷鬼，你改不了舒心幸福，给不了舒心幸福的人是你，你不配。龙逍遥，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老婆，我废了你。他的嘴唇好软。唐一帆，我好热，你好凉快。你冷静点。不要，我要。林书欣，再不放开我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生活在刀尖上的人。是个很危险的存在。我只知道我老公唐一帆是个好人。老婆，做了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大哥，你们这是？舒心啊，不是做哥哥的不帮你，但是林氏集团在你管理期间出现卖假药的情况，还闹得人尽皆知，这你必须得给个说法。对，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不给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就给我退位让贤。不是你一个女的，懂什么管理公司？我看你还是回家生孩子去吧。就是，还找个烧破烂的当赘婿。嫁人也不知道假药可以帮衬公司的。假药是龙逍遥想陷害我们林氏设的局，我老公已经当众揭穿了。舒心，我们说的是这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还想问你呢，你把公司管理成什么样了？林舒心，你要是不给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就给我滚出林氏集团。两天时间，两天后我们会查出真相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不是你说两天就给你两天，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你一个赘婿有什么资格在和检查都合格。星子，是我，有件事情需要麻烦你帮忙。嗯，老地方见。渗水？是的，据说是一种神奇的药，能改变基因也能救人，只要没死用上了就能将人救回。改变基因？可笑，怎么，组织也心动了？这次的任务是找到圣水，拿到配方，并将持有人灭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星子，对，这个你帮我化验一下，看有没有问题，今天内给我答复。好，舒心。要不你带着圣水回归吧，只要继续研究，圣水就可以成为造福世人的好药。程女士，我劝你乖乖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，这样我就饶你一命。
你做梦！不要，我就是把他毁了，也不会让你们带出去祸害四人。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老太婆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一程。我。不说这些了，来吃菜。最近各方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你的身份指不定哪天就暴露了，你要小心。这是我找人做的药物检测报告，我们的药根本就没有问题。我们要的交代可不是这个。你一个女的，根本就不懂怎么运营公司。我看，你把这个位置让出来，让有能力的人去接管。对，把位置让出来。都给我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。你不是前几天很嚣张吗？说什么给你两天就给满意的答复，就这个呀？当然不是了。打开你们手机看看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的交代。公司所有负面新闻背后，都是你身边这位得力助手干的好事。这就是证据，大哥。也麻烦你给我们一个交代呗。贱人，枉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来！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就开除？大哥，这怕是不能服众吧？啊，盗取公司机密，诋毁公司形象，还造成公司巨大损失，哎，还是报警处理啊。林总，我错了，林总，您别报警。我真是一时糊涂啊！你的一时糊涂让公司给你买单，做梦！有什么话等着跟警察说吧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的家人我会妥善安置的。跟我客气啊，能帮到你就行。你真的不打算继续研究圣水吗？圣水，我明白你不想步程老师的后尘，但这是他用生命研究出来的，他毕生之愿就是要用圣水造福百姓，你难道就不想帮他完成心愿吗？程老师，程平平吗？圣水在对面那个人手中。行吧，我不勉强你啊。那等你想好了，随时联系我。错了，快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。哎，你轻点，好疼啊！好好好，轻点儿。说，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监视我家？大哥，我们是干侦探的。接到单子让我们监视林书欣的一举一动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哥，你饶了我吧。你们的雇主是谁？不清楚，我们是通过邮件联系的。该说我们都要说了，大哥你饶我们一条狗命吧。滚。怎么会是他？我老婆跟他见面干嘛？
还笑得那么开心。舒心，感谢你愿意继续加入这项研究。我不过是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罢了。接下来你的处境啊会很危险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做好保密工作，绝不会让老师的遗憾发生在你身上。臭小子，把你的脏手从我老婆的身上拿。这位先生有事吗？你小子刚刚摸我老婆的手摸得很开心是吧？唐一凡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老婆好巧。老婆你等等我。老婆你等等我，我只是担心你才跟过来的。唐一凡，以后不要再对我的合作伙伴做出失礼的举动。啊，合作伙伴是刚刚那男的。怎么，我生意上的事你也要管吗？不敢不敢，我的好老婆。该死，我老婆怎么会跟这个危险人物扯上关系了？嘿，你要的设备都在这里了。好，刘星调查结果怎么样？这不是林书欣的赘婿吗？怎么跟其他女人走得这么近？难道是出轨了？这下又有好戏看了。目前只查到他是陈萍萍死前联系的最后一个人，无法确定他与盛水到底有没有关系。你查到什么没有？暂时没有，不过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跟进的。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，区区一个赘婿还敢在外面偷吃。爷爷，我偷吃什么了？还想否认，都被我撞见了。舒心，你看看你这找的什么人，刚傍上我们林家就想着偷心。老婆，我没有。那这个女人是谁？我跟她不是那种关系。那就是认识咯，一个赘婿跟一个美女走得那么近，说你对人家没心思谁信呢？不是那种关系。什么关系啊？反正就不是你们想的那。老婆，快把车开过来。放开我老婆。站住，把人放下。老婆你没事吧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架我老婆？上！撤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老婆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老公在呢，谁也不能伤害你。老大，不好了！慌腾了什么？有事说。你个男人，他一路打进来了。不知阁下是混哪条道的？今日为何来我们暗河行事？怎么？暗河敢做不敢当啊？阁下此话怎讲啊？敢动我老婆，那就带他灭门吧。阁下口气很大呀。啊？虽然说我们暗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帮派，但也不是你随随便便说灭就能灭。今日后，暗河将不复存在。说，为什么要绑架我老婆？我知道你老婆是谁。林氏集团林书欣，说，你为什么会绑架她？圣水，都是为了圣水。你说清楚，为什么她会跟圣水扯上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。回去告诉你上边的人，要是再敢动林书欣，覆灭她，就不只是暗河了。我今天带她，一定不好带她。
老婆，不论你与圣水一事有何关联，我都会守护好你的。哎，老婆，你去哪儿？放开！不要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去跟人家谈生意，你跟着干嘛呀？保护你啊！我可是你花重金聘请的贴身保镖呢。再说了，你昨晚都差点被人绑架了，我跟着不放心啊。老婆，你就带着我吧。走吧。哎，老婆，你小心点，谈完事第一时间跟我联系。跟人吃个饭而已，不用这么紧张啊。喂，给我查一查刘星与我老婆二人在谈什么生意，是不是跟圣水有关？林书欣，你这个贱女人，竟然敢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出来吃饭！没错，不过还没有经过临床试验。之前我和老师一共做出5颗药，但是在他过世的当天不见了2颗，被杀人凶手带走了。昨天我遭到了袭击，差点被绑架。看来你就因为我被盯上了。最近非必要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对外我会放出消息，是因为林氏集团收到风声，知道我手上有药物的专项权，你们想跟我合作才会跟我接触的。龙逍遥，你干什么？林书欣，你还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先是背着我找了个赘婿，然后又跟其他野男人出来吃饭。胡说什么？你放开！怎么，你家赘婿满足不了你啊？寂寞了，想出来吃野食，跟我说呀。赘婿满足不了一个女人，让她出去找别的男人。是啊，龙少，你就做个无能之人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时候到了，龙少你自然就知道了。龙逍遥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礼物。凡，你这个赘婿一定是你搞的鬼！林书欣，唐一凡到底对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从今天起，龙少你就不再是男人了。唐一凡，你区区一个收破烂的赘婿，你怎么敢？三番几次的觊觎我老婆，今天就是给你个教训。再敢起不该有的心思，就不是这么简单就能算了的。刚跟谁打电话？骚扰电话来着。不过呢，我已经将这个人狠狠地骂了一顿。老婆啊，我来伺候你吹头发好不好？行啊，你要是伺候好了，我就给你奖励，包你满意。龙少，消消气。滚，都给我滚！龙少，我知道有个人可以治你的病。是谁？红蜘蛛的神医。要杀了他吗？我现在就动身。恰恰相反，听说这事不能人道了，来求医的。谁的命令？你让组织找其他人吧，我不干。小板板，你想违抗组织的命令？雪薇啊，
看在这么多年搭档的情分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对组织太盲从了。唐一凡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背叛组织？这个人是我废掉的。你认为组织会不清楚我跟龙逍遥之间的恩怨吗？让我出手救一个今天刚被我废掉的人，组织想干什么？测试我还是不是条忠心不二的狗吗？组织的命令下达，不论缘由，必须执行。是啊，不论缘由，必须执行。在我妹妹死之前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是，我知道玉婷的死是你心中的伤，但这件事与组织并没有关系。又是有关系呢？看见怡婷失手时，我因被追杀，来不及验尸就被人强行带走。后来我心不甘，到墓地想要好好查验一下怡婷的尸身，结果化作了空坟。蔷薇，我开始觉得一切都不简单，于是潜入组织的档案室开始调查。我在档案室里找到资料时，发现为我妹妹收尸的人是你。是，为怡婷收尸的人是我，但我的确将她下葬了。雪薇，你我搭档多年，我信任你，我信你知道我妹妹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也信你是真心想帮我妹妹。但事实就是，我妹妹唐一婷的尸体不见了。不可能，我明明亲眼看见她下葬的。那你盯到最后了吗？让一婷带到墓地，让人动手挖坟，然后怎么了？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。雪薇，你想不起来只有一个可能，你的记忆被做了手脚，而会这么做的，除了组织别无他人。我简言尽于此，听不听由你吧。等一下，关于我的记忆，也有办法恢复是吗？需要在神经线上施针，但是稍有差池的话，就会变成白痴。我只想知道真相。变成白痴的话，我可不会负责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还抱着他不放？哎，老婆，他晕了，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只是想帮他治病而已。唐一凡，你都将人治晕了，还不赶紧送人家去医院？哎，没事儿，他就是太累晕了，醒了就好了。老婆，我发誓，我们虽然认识，但是我们之间真的没有那种不正当的关系。与我无关，我困了。小凡凡，一婷的死有猫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动手吧。忘记了这件事情，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我将一婷好好安葬的。那天跟你同行的人在哪儿？死了，都在执行任务当中死去了，除了我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该死，都被灭口了。你对组织忠心耿耿，组织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再忠心对于组织来说也不过是一条狗一把刀，这什么时候主人觉得狗不忠心了，刀不锋利了，自然就会把你给处理掉。这件事儿我也有份参与，关于一婷的下落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知道你不爽，但这次任务你还是接了比较好。
不要让组织怀疑你。别动，老婆，你让我抱一个吧，一会儿就好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跟我说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想妹妹。妹妹在哪？我们明天去见一下。啊，那个疯丫头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，你联系不上她。那好吧，我们睡觉吧，不操她那颗心了。该死的风之主，什么破神医，老子在这都快等两个钟了，竟然还不见人影。看来龙少是不需要我来治疗了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哎，神医请留步。神医，您看我这病还有的救吗？有的救，但是难完成我一个方案。神医，您尽管开口，只要你能治好我呀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我不需要钱，你只需要在门口卡一下，我就出手救你，保你今晚雄风不倒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我只知道你现在是个废人，有仇于我，所以你就必须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你决定权在你手里。红蜘蛛是吧？好。爷爷现在可以开始治病了吧？当然可以。行了，这就好了。不信的话，龙少等一会儿送去。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，我这就去试试。只要身体没问题，管你是红蜘蛛还是黑蜘蛛的，什么鬼见的招牌，今天我受的屈辱，必要百倍的回来。老婆，你醒了，快去洗洗手，饭马上就好了。好。唐一晚，爷爷生日快到了，等一下陪我去挑礼物。好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收破烂的姑爷吗？怎么傍上我林氏集团大小姐之后，都敢来这种地方消费了？可不是嘛，穷鬼一个，要不是沾了咱家的福气，这种地方他能来得起？我老婆有的是钱，乐意给我花，但有些人就不一定了。你人呐，要有自知之明，配不上的东西就算再喜欢，拿在手上再久，终究啊也还是配不上。我配不上，难不成你就配得上了？当然。来，经理给我包起。没事儿，毕竟也就几百万的小玩意儿，大哥喜欢就让给他好。什么？就这块破东西值几百万？老嫂，嫌弃这玉贵啊？那这样，经理，你看看你们店里边有没有几百块钱的东西，给我家大哥大嫂啊拿出来。我们店的东西都是上等货色，几百块的，我还一时半会儿真找不出来。哎呀，大哥，既然你嫌弃这玉贵，那还是还我吧，毕竟我老婆有的是钱。唐一凡，啊，那你买玉这么久？老婆，你这个不能怪我，大哥看上我们要的玉，嫌弃贵又不愿意买。一块玉而已，能值多少钱？大哥喜欢，我买给你。不必了，一块玉而已，我还买得起。经理，给我包起来。我就说嘛，一块玉而已，大哥怎么可能买得起？爷爷，这是我跟林部费了好大功夫找来的，象征着吉祥如意的玉雕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老大家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突然手一痛就。哎，这不是大哥那天抢先一步从我们手里边买走的玉吗？哦，是送给爷爷做寿礼的。哎呀，可惜了。爷爷，这是我们送您的生辰礼，祝您福寿安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吃个便饭。借这个机会呢，我就宣布一个事情。从今儿起啊，我的林氏集团就全权交给我的孙女林淑晶。爷爷。
林宏宇，我为林氏集团辛辛苦苦的付出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凭什么林书欣就可以得到一切？贱人，更是贱人！林大哥为何如此大的火气啊？龙少有事啊？我知晓林大哥现在的处境，过来给你一个选择。说来听听。我帮你夺得林氏集团，事成之后，林书欣归我。龙少对我妹妹还真是痴心一片啊！说实话，他一直跟着那个收破烂的。作为哥哥的我，是很痛心的。及时止损，为时未晚。都说了，这事儿着急不得，想要得成果需要耐心。各方势力为圣水苦心造诣经营了这么久，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到我手里了。圣水，不对，万一是假药怎么办？得找人试验一下。这是圣水，你们拿去化验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老婆和刘鑫的关系你们查清楚了没有？查了，据说是林氏集团想开发新药物，所以找上刘鑫合作，最近的交流才会这么频繁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们继续查查。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见面再说吧。哎，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出去一下。哎，我送你啊。不用了。一凡哥，刘鑫出门了。你说刘鑫发觉药不见了，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？继续盯着。药不见了，你怎么保管的？我在家想抹点粉末做个测试，结果我就被人给打晕了。醒来之后药就不见了，我查了监控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书欣，这个药能不能再匀给我一个？这药有多珍贵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当初给出一颗也是看在你多年守护老师志愿的份上。我知道，但因圣水的丢失，现在实验样本和知识数据都已经被迫终结了。你让我再考虑一下。舒心，要不你直接加入实验吧。不行，这会把林氏集团卷入危险的。我们不如就以研制新药的名头大大方方的合作，基于圣水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想到我们敢在明面上搞事。好，我会准备好相关文件，然后对外公开合作消息。刘鑫醒来之后，最开始慌乱了会儿，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。之后我们一路跟踪尾随到这儿。除了我老婆，他还见过其他人吗？没有。做好保密工作，把我老婆身边的保护等级调到最高。是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不要过来。美女，我们也不想对你动手，但是谁让你知道的太久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不管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，今天你都得交代的事儿。喂，小子，这也没你的事儿，不要多管闲事啊。你们欺负的是我姐姐，我管的就是自家的事儿。那你今天就一起死吧，上。上。你给我等着。滚。一凡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今天恐怕……亲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看见其他人遇险我都会救的，更何况遇险的人是你。哎，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他们追杀我是因为我在店里听到了龙啸阳要雇人绑架林书欣的事情，他们怕消息走漏，所以要灭口。什么？我是一凡哥的朋友，情况紧急，你快跟我走。哎，放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嫂子，我真的是一凡哥的朋友，你信我一次。这里很危险，我快带你离开。人也在那儿，打扰他。
老婆，等我。是死吗？嫂子小心。老婆，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小伤，不碍事。可是阿姨，护好你的嫂子，其他人跟我上。带下去，好好审问。啊，疼疼疼！老婆，你轻点。现在知道疼了，当初挡刀的时候怎么那么勇？被袭击的是我老婆。哎，我哪管得了那么多？你都不知道，当时我看见那把刀靠近你的时候，吓得我心脏都停了。油嘴滑舌。说真的，老婆，幸亏你没事儿，不然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太远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亲亲老公啊，老婆。是正经的，你到底是谁？接近我有什么目的吗？好吧，如果我告诉你了，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会跟圣水扯上关系？你接近我是为了圣水？你冤枉，老婆，你忘记了，当初可是你非要嫁给我的。你说。其实呢，我是红蜘蛛组织的一名成员，五年前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妹妹在家被杀害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，于是我就决定重新调查我妹妹的死亡，然后就遇见你了。那圣水呢？圣水是组织最近下发的一次任务，在我调查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你与圣水有所关联的流星走的痕迹。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所以我就安排人马护着你了。那与圣水相关的任务是什么？获取圣水配方，并杀了持有者。老婆，你信我，在知道圣水与你有关时，我就下意识对组织隐瞒了有关你的消息。那你查到哪一步了？据我猜测，刘星手上的圣水是你给的，而且你手头还有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现在唯一拥有圣水配方的人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夺取我手上的圣水配方，完成组织的任务吗？老婆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红蜘蛛是什么样的组织，我有所耳闻。你既然接了任务，那必定是要完成的。若是我能为了你欺上瞒下呢？你，老婆，别说我本来就对组织心存怀疑，就是没有，为了老婆你，我曹一凡与世界为敌又何妨？记住了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动。淑心，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跟那个唐一凡离婚，投入我的怀中，这合约就作废。怎么可能？这份合同我根本就没签过。白纸黑字，这上面盖的可是你的印章，想不认账可不行。舒心啊，都怪我，这都要怪我呀。大哥，舒心，为了林氏集团，你就跟那个收破烂的林辉嫁给龙少吧，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林氏集团的基业啊。大哥，你糊涂啊。林初心，你是要你那个赘婿呢，还是要你们林氏集团三代人的心血？龙逍遥，这个世界上女人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执着于我呢？林初心，谁让你宁愿下嫁给那个吃软饭的穷鬼，也不愿意接受我的心意，把我堂堂龙家大少和龙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哎，淑心，为了我们林氏集团，你就跟那个什么都帮不上你忙的废物离婚吧。林淑心，我今天要是看不到你跟那个破烂货的离婚证书，你们林氏集团以后就改姓龙吧。让林氏集团改姓，问过我的意见了？都是你这个赘婿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林氏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。
石向导，赶紧跟舒心离婚，离开我们林家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林氏集团陷入危机到底是因为谁？别以为你们的算计没人知道，老婆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联合设计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离婚，然后瓦解林氏集团。胡说八道！你们白纸黑字的合同在这，休想不认账。你们以为我会傻到把真正的合同带过来吗？也对啊，龙少贵人多忘事，所以呢，我就叫人帮龙少把合同从家里边带了。你们竟然敢潜入龙家偷东西，好大的胆子！龙少说笑了，比起你，我的道行还差得远呢。你们想怎么着？我可是龙家大少！哎，放开我！舒心，你就看着这赘婿欺负你大哥，不管不顾吗？我老大呀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可担不起我一身大哥。想要的就都能得到，记得你承诺的，我赔你眼前上心，事成之后林舒心归你，林氏集团归我。为什么你们总是记吃不记打呀？总惦记着不属于你们的东西，之前给的教训都忘记了吗？你们毁了合同又怎么样？林氏集团的资金链已经出现了问题，有我在，林氏集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舒心，大哥，虽然你只是我们家的养子，但我们林家自认为从未亏待过你。舒心，是我错了， 你原谅我这一次。有些事情敢做就要敢当。唐一凡在，报警吧。老婆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处理。我说报警。好的，老婆，我马上报警处理。算你们走运，我老婆仁慈，我又是个听老婆话的好男人，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，我很不爽。哎，这样吧，一人一只手，清理干净后扔到警局里。是我，雪薇，你怎么了？雪凡凡，一婷没死。雪薇，雪薇。雪薇，你到底发现什么了？这些年一婷没死，那她在哪儿？雪薇，你醒了，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一婷根本没有阻止囚禁一婷，将她做实验。他们怎么敢的？怎么敢的？你冷静点。我离开时意外触发警报，被发现后重伤逃走。好，雪薇，你好好在这儿养伤，不要露面了。组织已经对你发出通缉令了。小雨，薛蔷薇到底做了什么背叛组织的事情？背叛了，就是背叛了，无需多问缘由。是，他给我必死。沈夜，薛蔷薇在组织里跟你关系最好，他很有可能回去找你，到时候
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自然，只要他敢来找我，我必让他有来无回。很好，尽快抓拿叛徒雪蔷薇，按规矩处理，以儆效尤。红蜘蛛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先进去换衣服吧。老婆，先进去吧。啊，说吧，遇到什么事了？那我老婆就是贤惠啊。这茶都暖到我心窝里去了。别转移话题了。今天我多年搭档给我带出了消息，说我妹妹唐一婷没死。没死？那他？他被红蜘蛛囚禁，做了人体实验。老婆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我卖命的组织居然抓了我妹妹做实验。我搭档冒死给我带出来消息后，我去试探组织了，得到的答案却是叛徒必死。不想笑就别笑了。我有想过他们抓了我妹妹是为了防止我叛变，但没想到他们绕了一圈设局让我妹妹假死，居然是抓了我妹妹做实验。老婆，我一定要救出我妹妹，一定要。黑寡妇，你来了。杀你这种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薛蔷薇，我没想到你竟然会背叛组织啊。深夜连你也要杀我？叛徒必死。好好好，死前能见你一面也是值了。神医啊，这么多年感情说杀就杀，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，真是可怜了我们雪蔷薇的一片痴心啊。叛徒必死，所以你最好不要有背叛的想法，否则雪蔷薇就是你的下场。真是狼心似铁。检查完了没有？我还等着收尸呢。看来你们之间也不是一点情谊都没有嘛。毕竟搭档多年，收个尸的情分还是要有的。你快点，我时间很宝贵的。姐姐，事情都解决了，神医出手利落，雪蔷薇什么都没来得及说。我检查了尸首没问题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特意在他心脏动了手脚。别动，黑寡妇在你身上做了手脚，我现在在为你解除隐患。看来我面子挺大呀，组织居然派你和黑寡妇同时追杀我，说出去倍儿有面啊。黑寡妇那是来追杀你的吗？她明明就是来监视我的。一旦我这边有任何的犹豫，追杀榜单上就要多添一个名额。行了，快起来吧。神医就是神医啊，果然值得信赖。要不是我看见黑寡妇动了手脚，现在你又真成一个死人了。
接下来我就隐身秘处监视实验室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，谢了。小凡凡，我俩谁跟谁呀？况且我可是把依婷当妹妹一样看待的。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不是说去实验室吗？来这儿做什么？安全起见，我们把实验室的地点藏在这里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小凡凡，来别墅这里一趟，有惊喜给你哦。进去多久了？快一个钟了。唐一凡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。我怎么冷静？我老婆妹妹现在都在那栋该死的房子里，生死不明。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不能慌。你妹妹还等着你去救援呢。至于你老婆，我倒觉得你不用担心，她并不像是被挟持的。这是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为了治疗他自愿配合临床试验。看了实验室感觉如何？有没有想立马加入的想法？我再想想吧。好吧，期待你的尽快加入。就送到这里吧，你先去忙吧。行，你自己小心点。老婆，是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不安全，跟我来。老婆，你怎么会去那个地方？那不是刘星的实验室吗？不是，那是隶属于红蜘蛛的私人实验室。什么？刘星他骗我？老婆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。快答应我啊，老婆。得知你在红蜘蛛实验室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快疯掉了，我怕你在里边有个万一，来不及救你啊。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我脑子里，在没有得到之前他们不会动手的。那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在今天知道实验室位置之前我可能还有退路，但现在他们不会允许我退出的。没事的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老婆，这个你带着，上面有求助卫星定位，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按下它，我就会收到消息。好。老婆，下班了记得给我发消息，我过来接你。知道了，老公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圣血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这是一种很神奇的药物，能增强人类的基因，使人变得更强，而且还能修复受损细胞，恢复伤口。所以呢？你应该明白我身后站的是谁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跟你合作了。圣血对于国家来说意义重大，我恳请你帮我们拿到它的配方并保护起来。再说吧。我说啊，你叫我出来到底什么事儿？你直说啊。你这男人真没情调，在这么好的餐厅与美女共进晚餐，你脑子里除了任务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？那没事的话我走了。啊，死木头。好了好了，叫你来是想告诉你圣水拥有者的下落查出来了。你说巧不巧，这个人竟然是你的老婆林书欣啊。那
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上头什么意思呢？本来组织的任务是不变的，但是考虑到林书欣是我王牌神医的妻子，组织决定变通一下。你去招安吧，把人吸纳进组织，你们夫妻一起为组织效力。哼，我想你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所误解啊？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没有分量的赘婿而已。实在太可惜了。那神医，你就想办法把圣水的配方搞到手，之后再送你妻子一程。帮我跟组织提个建议，尽快找个新的联络员给我。你真的让我很反感。放心吧，我会带到的。怎么样了？有办法潜入吗？不行，实验室里面完全是铁的一块，想要得知里面的情况非常困难。现在各方势力都盯上我老婆了，必须尽快救出李婷，带着他们远走高飞。要想知道实验室里面的情况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可以去问一下前阵子刚去过一次的林书欣。我不想把他扯进来。关键是他已经脱不了身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哎，老婆，对于你来说，圣水是什么呀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你的身份呢，藏不住了，或者说，你的身份一直都不是个秘密。我之前一直围着林氏集团转，没有透露圣水在我手中的秘密。今早我答复刘星，我同意正式加入实验了。怎么会呢？按理来说，你都同意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去执行夺取圣水的任务？除非刘星有私心，他没将我同意加入实验的事情告诉你们首领。你什么时候进入实验室？明天。老婆，记得有危险第一时间按项链。还有，如果可以。各位，让我们欢迎林书欣林小姐的加入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实现圣水的批量生产，完成程平平老师造福百姓的遗愿。怎么样，重回实验室的感觉如何？说不上来，但是看着这些器皿很怀念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这些东西可不能乱碰啊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成功了，我们做得出来了。带着这个离开，小心。老师，老师，重回实验室的感觉还不错，就是刚才那群人的眼神太可怕了，感觉像是要把我活吞了一样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唐一凡，你交代的事情并没有完成，那里到处都是监控，一天下来我走到哪儿，刘星就跟到哪儿，根本就没有机会。没事儿，平安归来就行了。在里面装监控啊，你是不要想了。但是监控随着我进去并不是不能实现。老婆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这是经过改装的珍珠耳环，里面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你们去的时候戴上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耳环看到实验室里的布防了。看着还行，那明天就带着吧。这女孩每天都注射的什么药物啊？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，只是收到指令每天在什么时间段给她注射药物。这样啊，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们先忙吧。一婷，一婷，该死！哎，你不冷静下来，一婷靠谁救出？我冷静。根据我老婆那边传过来监控资料可以看出，这座实验室的布防十分的严密。不故意监控，基本无死角。想要潜入，除非监控同一时间设定。但是这种实验室一定有备用电源，我们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
姓刘的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星姐，息怒，息怒。你用咱们组织的钱搞实验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但是有关于圣水的事儿，我忍不了。青姐，我这不是一把人搞到研究室里，就马上来给你汇报情况了吗？据我所知，林书欣手上还是有圣水的，但他脑子里圣水的配方才是我的最终目标。人家会平白无故把配方给你？所以我把人请到实验室里一起做研究，这研究出来的数据不就是配方本方吗？我跟小婷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帮她保存一下东西而已。龙向阳找我买了一包迷津粉，今晚还包了几个相邻的包间，还邀请了林书欣过来谈事情，让我吩咐人不要打扰。他们追杀我是因为我在店里听到了龙向阳要雇人绑架林书欣的事情，他们怕消息走漏，所以要灭口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手上会有依婷的遗书，怪不得每次都那么巧给我带来消息帮到我。美女，好久不见啊。老婆，这是我多年搭档雪薇，之前你们见过的。我记得雪小姐这种美女自然让人印象深刻。老婆，今天带你过来其实有件事情想你帮忙。明天我会潜入实验室救我妹妹，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老婆，等一下灯一灭你就蹲下捂好鼻子。一婷，哥来晚了。跟我走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老婆，你先走，我等候。不行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老婆，你帮我扶一下。哥，上车。废物，都是废物。哥在这儿呢，哥现在带你回家。哥冷，好冷。他冷是多年实验造成的，身体机制被破坏，具体情况还要再做一番检查才能知道。去林氏集团，那里的设备可以检查。好。老婆，一婷她情况怎么样啊？很糟糕，几年间不断的药物实验让她的整个基因系统都遭到了破坏，细胞再生困难。要治疗的话该怎么治疗？以目前世界上的医疗水平很难治愈，想要支持他的生命必须注射特定的药物来压制病情，但是都是治标不治本，药物产生抗体的那一天他的生命也就快到尽头了。怎么会？好不容易才救出来，一家人团聚的。还有一种办法。跑了，连唐一婷也被救走了。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看来我们都被算计了。神医这家伙一肚子坏水，骗了我好几次，我愣是没看出来。好，将圣水在林书欣手里的消息散播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在众多势力下护住他老婆。红蜘蛛已经放出消息，圣水在林氏集团林书欣手上，各方势力现在都盯着林书欣这块肉，想要咬上一口。我猜到了，我之前提议你考虑怎么样？我和我老婆都明白，只要圣水在我们手里一天，我们就不会有清静日子过。交给我们是你最好的抉择。交给你们可以，但你们要答应我的条件。
你的要求上面已经答应了，为避免夜长梦多，现在就可以将人接过去了。地址，我亲自送人过去。闲杂人等我已经全部清楚，剩下的全是安保人员，跟我来。哥哥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跟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依婷，别怕，有哥哥在，哥哥会保护你。我要出去。趁着依婷睡着了，我们赶紧开始治疗吧。目前看来，圣水的治疗效果可以，继续监控数据。好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来。我没事，应该就是最近太累了，我休息休息就好了，你别担心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你怀孕了。我跟你的孩子。4周了，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胡说，我跟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来都是宝贝，维护好你们的。哎呀，抱歉啊。一句抱歉就想了事。那我给龙少送个消息，关于唐一凡。你是谁？是谁不重要，只要龙少能报仇不就行了。说的不错，说吧，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让叛徒付出代价而已。唐一凡，袁弘蜘蛛成员，代号神医。唐一凡，好一个唐一凡，我龙啸阳最天起誓，此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龙少有此志，我倒有一计可以助你。说来听听。怎么这么久才找上门来？看来组织的能力变弱了呀。你这个叛徒，爹要你的命，要我组织之威。希望你手上的功夫比嘴上厉害。不愧是神医啊，这点人马不够你看的呀。怎么，你也要来送死啊？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要想一时半会儿从我手中脱身也没那么容易吧。林书欣，要怪就怪你有眼无珠，选择了唐一凡做赘婿。我堂堂龙家大少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怪他。你在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放开我嫂子！广峰，你在拖延时间啊。哟，被你发现了呀。这个时候你老婆应该被请到组织做客了吧。神医，我们在基地恭候你们大驾。走。该死，别过来，再过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我掐死他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他是我带进来的。苗青，你是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的？依婷妹子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你啊。为什么那么信任你？青姐，我哥明天就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这里面的存款够我们兄妹到新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了，等他回来我就劝他跟我一起离开啊。那这个真的是个大喜事。依婷妹子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也是真心待你的，可
可是谁让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呢？企图将我们组织的招牌给骗走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样认出来了吗？雪蔷薇 ，BOSS。雪蔷薇，你说对待妄图挑拨组织和神鹰关系的人，我现在还让他们活着跟神鹰相见，是不是我太善良了？还是我很好说话，以至于你们一个一个都敢做出背叛的事情？别他妈给我废话！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怨，唐一凡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他自己老婆死在我的手中！龙少，不要着急嘛，重头戏放在后面才好玩。你先带林书欣走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唐一凡，你老婆我就带走了，接下来的游戏按时参加。我等你。站住！一凡，一凡，光顾着救你老婆，就不顾你妹妹和搭档的死活了吗？人在哪？你猜呀，猜对了有大奖。苗青。我说你把人带到哪儿去了？有胆量你就开枪啊！我死了，你永远都别想知道他们的下落。你赢了，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很喜欢你识时务的样子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亲手杀了林书欣，我就既往不咎了。你还是我们红蜘蛛的活招牌，怎么样啊？亲姐。你在说笑了，哦不对，我应该叫你 boss 才对。你的目标是圣水，这样，你放了他们，我把圣水配方交给你。圣水的配方只有一份儿，而我手里有三个人，这个买卖不划算。这样吧，一天后你只身来到基地，我们玩个游戏，名字叫做选择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绑拿去交换？见鬼的游戏你自己玩！你可以试试，只要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那三位美女的性命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现在让你开枪，敢吗？既然你不敢开枪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期待你的赴约。贱人，我那么掏心掏肺的对你，你为什么就是看不见？哎，龙少息怒，舒心是我们重要的客人，要是真受伤了就不好了。等明天过后，唐一凡惨死，我看看你还能不能继续的高傲。哎呀呀，怎么对待我们的贵客呢？这是。一品水位。舒心，别着急嘛。唐一婷的身体能恢复到这种程度，是你的杰作吧？是因为圣水吗？刘星。老师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？有，我当时亲眼看见他一刀一刀被捅死的。程女士，我劝你乖乖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，这样我就饶你一命。你做梦！不要！我就是把这药毁了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带出去祸害死人的。给脸不要脸的老太婆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一程。啊！我当时以为药全都被毁了，
没想到你居然这儿还有，而且还傻乎乎的主动的送到我的手上。林书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林书记，你带一婷走，我去拖住他们。不，你们快走，我引开他们，我手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，他们不敢拿我怎样。告诉唐一凡，你等他来救我。我玩累了，该送你们上路了。你这叛徒，是时候该用生命付出代价了吧？看来只能走到这儿了。西婷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雪薇，我老婆呢？抱歉，她为了帮我妹妹开追兵，又重新被抓进去了。这不怪你吧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她。小范范，林书欣让我告诉你，她等着你去救她。会的，我一定会将她救出来。这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，我相信交给你们是最好的选择。谢谢。林小姐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们没能保护好她。你们已经帮得够多了，我们会全力帮助你营救林小姐的。谢谢。哦对了，这个带着，说不准能用上。小凡凡，有没有兴趣给我来一场充满香烟的约会呀？雪薇，他们都是冲我来的，没必要。打住啊！林书欣为了给我和依婷逃命的机会，又重新被抓了回去。我雪蔷薇不怕死，但就怕欠人情。好吧，但是丢了性命，我可不管埋哦。我埋你还差不多，上车。林小姐。听说唐一凡是你随便在路边捡的赘婿，你们才认识短短几个月呢。现在啊，他多年的搭档和疼爱的妹妹都被救走了，你说他会不会为了认识短短几个月的你，只身犯险啊？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的男人。好，我今天就当一个好人，帮你测试一下。看来啊，我们的神医对林小姐还是情根深重啊。神医，欢迎你的归来。我知道你在，我老婆人呢？哎呀，不要这么着急嘛，先把我们的账算一算，再来看林小姐的事儿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们组织任务没有完成者，该怎么处置？收编二十。我记得啊，我下达给你关于圣水的任务好像没有完成吧。神医请吧。
敬，二十。不愧是神医啊，果然是条硬汉。变心身亡了，我现在能见我老婆了吗？我们的神医啊，果然是个痴情种啊，谁让我心软呢？让你听听你老婆的声音吧。林小姐，跟你的爱人打个招呼吧。唐一凡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嗯，我等着。果然是感人的爱情啊！好了，声音也听完了，我们该继续算账了吧？你还想怎样？我已经潜入，具体地址你们可以通过卫星定位查看。好，一切小心。小凡凡，我们都要活着出去。预备，向左转。今晚的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出发！是。接下来呢？神医，你还记得我们红蜘蛛对待叛徒的宗旨是什么吗？叛徒必死。对呀，叛徒必死。可是你这个叛徒还活着。你让我这个做首领的很为难呢。首领，想怎么样你就直接说吧。我们组织啊出现了两个叛徒，一个是你，一个被你给放跑了。这样吧，你挑中间那把刀，朝你的胸口刺两刀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。不要啊，唐一凡，不要刺。闭上眼睛，不要看。唐一凡，行了吧？你说的我都照做了。我现在能见我老婆了吗？可以。你到训练场来，你心心念念的老婆在那儿等你。亲姐今天真是让我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游戏。接下来轮到你表演了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哦。老婆，唐一凡，你给我站住！陆小雅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答应放了我老婆，给我跪下去，跪着爬过来！哎，对对对，像狗一样给我爬过来。他放了我老婆。停，刘贵在那里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喊，我唐一凡就是一条赖皮狗，快点照做。好，只要你的刀离我老婆远一点，你说什么我都照做。你快点给老子他妈磕头！
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唐一凡，倒是你受了那么多伤。小伤，不碍事，过几天就痊愈了。雪薇，你带着我老婆离开。那你呢？我要去做个决断了。你要小心，我和孩子等你回来。林小姐，你被救出来了，那唐一凡呢？他说要去做个决断。这里危险，我让人护送你离开。你们送他回去就可以了，我就不用了。神医，你果然回来了。我知道你看着。神医，你不走是不是心里舍不得我？你没死，我怎么能走呢？说来我也得感谢龙骁阳，虽说是个蠢货，但到底还是给我带来了一出好戏。别藏着掖着了，出来见面吧。神医，在这儿见面我们还是第一次吧。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妹依婷啊？那个孩子我还是挺喜欢的，我也曾经啊拿她当妹妹呢。真心真心设计她假死，让她送针做实验。我也不想啊，谁让依婷她不乖呢？不乖的孩子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就是她想让我离开组织。对，你应该明白我没有这个想法。人是会变的，曾经对我忠心耿耿的神医，现在不也变得想杀了我吗？会有今天不是你的多疑造成的吗？你从始至终就没有真心信任过一个人，所以最终你也只会变得自然意识。王者注定是孤独的。王者也可以有病心之人。我曾经以为你是那样人，可是你让我失望了。今天你我之间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，为了我所在意的人，你今天必须死。再这么下去，一时半会也分不了胜负。那就用另外的方式比试，双枪对决如何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雪蔷薇也别藏着掖着了，出来当我们的裁判吧。喂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老婆呢？需要做决断的不止你一人，你放心，你老婆已经让亲戚给接走了。雪蔷薇，虽然你叛变了，但是你好歹也是组织的人，就由你来见证这场赌命的对决吧。双枪对决，以枪声为号，生死决胜。你猜猜谁的子弹会先打入对方的心脏？试试不就知道。小凡凡成功了，成功干点冒死了。轻点轻点，再弄一下我伤口全裂开了。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雪薇小心。你没事吧？看来幸运女神是站在我这边了。神医，我会想念你的。老婆抱歉，可能我要违背我的誓言了。唐一凡，女孩知道醒过来，我差点带着孩子改嫁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最近你老是躺在床上，都没有人给我做饭吃。我这点伤不要紧，我现在就去办出院手续，回家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乖乖躺着养伤吧。这是我老婆让我交给你的，关于渗水的所有研究数据。谢谢你们选择相信我们。我老婆说，她跟陈萍萍一起研究渗水的本意，就是为了造福百姓。我希望你们能做到。会的，后续你可以看相关报道。不过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哎呦，当然是继续吃软饭咯。醉旭，动作快点，麻利点儿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你快点行不？我这大孙子都饿瘦了。来了就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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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报告，你回来了。提供的实验样本饭做好了，快去洗洗手。好。变异病毒研究进展迅速。